能源局今天发布消息，我国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打造工作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提速。2017年将30%，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，大力发展清洁能源。以前煤厂都在这儿呢，跟着我父亲。我是通过山上这些电站，对这个光伏有了了解，然后了解到这个分布式也可以做，农家农户呢，老百姓家里边也可以做了。起步的时候家里人是比较反对的，特别少。新能源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是基本上没有人敢跨入这一行业。我开了12年煤厂，这几年吧这煤炭污染的太厉害了，每年都落价格，你没有利润了。12年他就提出来就说不做了，哦，我自己做着，他就说想转型。当时你也考察，就说我们也考察不了什么别的好的项目。开始我也是有点顾虑，人们都不了解，你给他谈去，他就不知道是什么。你说太阳能发电，他不懂。你这20年，国家给你补贴20年，这20年加了一块儿是补贴这个价格，17万左右。按这一租吧。你按这一块儿也没什么用哎，这不是一租，按一块儿不是按一块儿，这是一块儿，一块儿。哦，交的不是按照那个那什么了，交着电费了。啊，你按好了，也还用好的电吗？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可以用的，一种是全部往外卖的。他们弄了这个渠道以后，然后人一张二百，人一张，多进俺们吧。你发了这么多，刚开始的时候特别难，好多老百姓都不懂，就认为这么一块板子怎么能够发得出电？你就是这个咱们叫的，特别难。二十大张的电，我这个卖的贵。啊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2014年的时候，我跑过1年的市场，我们天天去村里边宣传。哦，那基本上放地上，窜的可慢了。有的时候说的嗓子都哑了。1年，我整整1年。但是一直我们坚持下来了，然后2015年的时候开始有一些转变了。把这几个编辑啊，对，都按上。你们想作为投资是啊？啊，对，投资都按上吧。你得根据社会潮流走。我跟的地方，那我1000万。国家也得发展，咱们一个小家庭也是一样，也得往前发展，不可能后退啊。
接下来我准备就是大力投入他那儿去，我听他的。然后这煤炭已经，我明年准备就收了这摊儿，不准备做煤炭了就。明天的时候先赶紧领表去，都查项目坐这儿了。赶紧去，跟俺老邓说。行。现在实在不行了，我都没距离去了。机房这还有的，还有点富裕钱的，再弄上啊。行，变压器咱们想办法申请，那个必须得申请上边。完工到时候咱们可以发电，可以挣钱了。把那边再弄上。那边两块一块弄吧。行。目前这个客户的话，他还有一个养鸡场，养鸡场上边也能干20千瓦，他想干，已经干不了了，电公司不批了。毕竟这是个新行业，他们也得往上反映，只能是等，只能说等待。我们也灰心过，但是总体的方向是不会错的。好了，我们来做准备了哈。来，美丽的烟雨花啊，来预祝我们的曲阳令开业大吉。新能源都是一个谁的都在探索当中。28给你一个时辰啊！能坚持这个行业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大平家的是这种，连了几个两个啊。河北省出台了一些补贴政策，促进了一些发展。到这儿睡点儿茶，点儿茶。恭喜发财！谢谢。坚持了两年、三年，但是我一直想坚持下去。来，谢谢这澳洲的啊！坐。动力的话是相信国家。好嘞。这儿路有点远，放首歌吧，感觉。就在那里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现在有点雾霾，亲爱的天。老百姓天天盼望着好天气。这段路吧，这段路还是车比较少的。我们也在盼望着好天气。前面还有电站呢。